哎，老爸来了。嗨，爸爸，爸爸，好帅哦！好帅呀、啊，老爸。我婆婆她是一旦离开公公的时候呢，她会有很多担心。那既然想化解她的担心，倒不如就是让公公也一起过来，让婆婆玩的也可以轻松一点。你紧张不？我不紧张，难不到你。你特聪明，我聪明没有妈妈聪明，妈妈比我聪明。你想不想妈妈呢？你想妈妈，我来了就去看那个夫人的嘛，特别想见到她，也不知道她怎么样，精神状况、身体状况怎么样。我们一会儿给她个惊喜，她也不知道你来，不知道我来、啊，对，不知道你来。然后呢，我们俩先去唱，松松唱，唱，你就出现了。你叫我一个人给她唱啊，我给她唱，咱们一起啊，一起唱。那行，我听你们安排。然后这个是给你写好的那个歌词，这个其实最主要呢，你只唱副歌的那个。喜欢你啊。那双眼动人，但是呢，我只是怕妈妈因为听不懂粤语嘛。你就唱稀罕，对，稀罕你也可以，用东北话也可以。稀罕你，真的啊？你唱完这两句，黑婚人，这是。哎呦，喜欢你，那好我面容。哎呦天，这家伙！喜欢你，啊，你唱完这两句。哦，喜欢你，那双眼动人。你唱一句吧。好，喜欢你，黑婚礼。那双眼动人，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，愿再可。不行，我就跟着唱下去，而且时间长了就忘了，太厉害，这音就走了。只要是让大家听明白就行，你让我妈听明白是喜欢她就行了。不是听不明白，我回去告诉他。人家告诉他，这首歌都得他记不住，我都告诉他一句一句的，这歌怎么回事？用艺术形式表现爱。妈，我们现在在那个班朵云餐厅那边，在这边挺好玩的，你过来听听歌。一会儿老妈就过来了，老妈过来的时候就按我们彩排的那么来走，你就先隐蔽起来，好啊，你先坐在这儿。做好防晒，安利你们我用的防晒三件套，一直回购的防晒霜，防晒指数高，上脸很清爽。这个牌子的防晒衣和遮阳帽，面料透气，不会闷。这些我都在唯品会上买，他们销量大，能直接和品牌合作，确保正品。唯品会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本节目由唯品会冠名播出，买品牌好物上唯品会，超多大牌，每天都有三折。本节目由斑马 APP 赞助播出，学思维，学英语，学阅读，3到8岁上斑马。本节目由美素佳儿奶粉赞助播出，美素佳儿致力于帮助宝宝不上火、不便秘，唤醒头皮活力，解锁发量秘密。本节目由守护你头皮健康的 Seminize 头皮护理液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治疗不爱吃饭、发育迟缓、夜惊多汗的龙母壮骨颗粒特约播出。妈妈，来来来，来呀！我们给你唱歌听，你不是喜欢听吗？我们准备一个的，准备一个好听的歌给你。好听的歌，就刚学的，是吗？这快乐的旅程，能够有一首我们喜欢的歌送给你。我们觉得你为我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付出特别多，而且呢，你特别爱我们，我们也特别爱你。所以松松就把这个歌，然后代表我们家送给你。
好，谢谢。虽然是粤语，未必听得明白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歌声跟音乐肯定可以传达到你的心中。我们开始。开始啊。细雨带风湿透和粉的街道，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，愿你此刻可以知是我衷心的说声我不知道他就是说能到我这儿来，见他了之后就是特别高兴。怎么样啊，你在这儿挺好的，能不能吃着饭睡得着觉啊？能吃着饭睡着觉。那就好，其实我们是用普通话怕你听不懂，您是用粤语唱的这个歌。哦，太完了，送给你，送给我这首歌，太感动。那个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玩得好，还有一个正主要的，那个血压高那个药你吃没吃？吃的。降血脂的药你吃没吃？吃的，全吃的。松松天天晚上提醒我。啊，是。爸爸还有一个的惊喜要送给你的，还有一个惊喜。是。给你来点浪漫的。看不到吗？对吧？这也看不到吗？看不到啊。然后就立即拿着这个罐儿啊，然后就是放手就行。嗯。来。看了吗？这是啥？是不是红纱？我知道是啥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是啥。我知道。不是，你看这有没有啥东西？有没有钱？没有。我知道是什么？没有。没有。但是我能知道是啥？是啥呀？是啥呀？是。给你个惊喜，这是几十年来，给你结婚的时候都没有花，来送给你。谢谢谢谢我老伴儿，结婚四十多年，我们那个年代，结婚没有照相机，没有鲜花，真的，今天在这个场合，我的老伴儿送给我这个栀花，我真是特别感谢。我们都爱你，妈妈，我们爱你。我体验到了，我体验到了这枝花。变出来的？不是变出来，这是从心里飞出来的。净说经典的，从来没有想到，在家的时候让他唱歌，他不唱。嗯，其实那么多年来，有没有跟妈妈说过喜欢你，或者说我爱你？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真是没有。我喜欢你，是不是就像说我喜欢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？老爸那时候篮球打得特别好，太好了，是不是？那不是一般的好、啊。一般。我当时看到你爸打篮球，一晚上我要听说有篮球了，肯定我都就去看。去看的时候，有时候晚上回来都没有车，我都能从那儿走回来。爸爸打篮球的背心儿，是后面是18号，都记得。哎，记得。所以人家每个人都说18号的，打篮球的特别漂亮，特别漂亮。哦，我们就说，他说的是事实。那时候是爸爸追求妈妈的时候，眉来眼去呗，眉来眼去，暗送秋天的菠菜。其实是这样子的吗？那不
不是这个样子。爸爸那个时候吧，在这个学习班是班长，是班长，领着大家出操啊、喊队啊。我们进教室这时候都得排队进去。啊，那爸爸喊李正少喜，向右看齐，他那个声音是从心底下发出来的，可洪亮可洪亮。好像刚刚唱歌这样子也是好洪亮，比这还洪亮呢。坐那儿了吧，爸爸有个习惯，就这个习惯，就这个腿吧，就爱就这样嘚瑟。抖，我也挺不客气的。我说你能不能别老嘚瑟？我觉得我说你能不能别嘚瑟？我觉得你看，哎呀，植入我心。但是对妈妈来说是一见钟情。那这位男同学看到这位女同学这样跟你说话，你也一见钟情啊哈？一会儿问的老爸脸该红了，老爸脸不像我这么厚。我的脸皮现在还挺害羞的。因为我有时候在后面嘛，哎，爸爸总就是说坐在我这个旁边。那个，他这人少啊，他们那个地方就有空地方，这样。啊，不是看中我上我那儿坐的，我以为看中我上我那儿坐，然后就知道你一看对眼了，但是他好像还没表白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也是必然，因为我喜欢他，可能我就爱表露表白。爸爸喜欢我，他不表白不表露，他就是说我心里就是喜欢你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但是从来没说过我爱你。那我们那代人不会说我爱你是不是？对，当着张总的面，儿子和儿媳的份的那个面，郑重的说一声我爱你。真的？哎，好暖心哈，好暖心，好感动啊，就像我第一次走进婚姻的场面一样。二婚呐，老妈。三，哎呀，太美了！哎呀，宋总太好了。三二一，我跟宋总照一个。你俩照一个。好。OK，Thank you。宋总上我这边来，宋总来。好。妈呀，你操心不见老婆吗？我愿意挨着。不是你正常走呗。但是今天真是我挺感谢你，你让老爸送给我了一枝花。说出了他心爱的事。你就是一枝花。玩一些年轻人的游戏，叫真枪大冒险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有多老吗？年轻人的游戏是什么游戏？我们中年人的游戏是什么游戏？像杨子这种老中老年是什么游戏？我中老年，我中老年的代表。哦，张亚子那个就是。他忘了，就是他不记得了。就这样子哦，比如说是我说抓鸭子，他要问抓几只，对，下一个声音就说了抓五只，我呢打刮，没有，他又抓不着，哦，他要说抓到，对，他是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然后就是嘎嘎嘎嘎，啊，我也懂了，我懂了，大家都懂了，对，你怎么这么有自知之明呢？一定是沙姐调教的好。来，铎哥先说，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到了，抓到了。你要说抓几只？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抓鸭子，没抓到，抓几只？没抓到，你抓几只？如果他不接，就是我错。哎，你肯定是你先错的。不管，只是后面人接了那个。你要指出他的错误。对，他刚才说了什么？他说抓不到。那就是他错了呀，但你没发现呀？发现了你的错误，我发不发现的也是他错了呀？为什么罚我？这不是说我没发现他就没错，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是现在这个环节是东哥的强项，我看出来了。是，莎莎，我理解，不容易吧？对不对？我理解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么我错了，我起头起错了。真心话大冒险，你们选一个吧。我错了，你没错，你这样，你没错，你为什么说你错了？你看强项，不是师妹，我要跟你说清楚，不是，是你错了，就是你错了，不是，是我错了，你错了，算了，既然你承认你错，就我来吧。对，我就要一个态度，对不对？你态度好就行了嘛。好，真心话大冒险。
这样吧，给你个好机会吧。嗯，你就跟这个沙姐深吻一分钟吧。我又没有输，我为什么要配合？这不难为你吗？这不叫冒险，这是我的老婆，我想亲就随便亲，对不对？你就当着这么多人没有的时候，那也不叫冒险。要不你深吻我一个试试？你看看冒不冒险？那个吻老婆一定要分时间地点，不分时间地点，不分场合，这样吻是对老婆的不尊重。说明东哥是一个真的非常注重老婆感受的人，你觉得对吗？特别对，我感动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。我觉得刚刚深吻吧，确实有点那什么了。你知道，你屁股写个“我爱程丽莎小姐”，算为什么要写在屁股上啊？不是写在屁股，是用屁股，就是你看。哦。哎，对，来。好，我来。写太慢了，可以写草书。我。好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们觉得写对了吗？我觉得对了。写对了，写对了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一笔差了点，连笔了。没关系，下一笔要注意啊，写楷书啊。哎，这个楷，你看。啊，行，对对对，好，可以，好棒。哎呀，这丢人了。不，这不真不丢人，写的特别优美，一看你就是练过书法的，真的。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六只。抓到了。嘎嘎嘎嘎嘎嘎。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没抓到。抓鸭子，停的太长了。没有啊，是他说是我错了。抓几只？没抓到，是我错了。但是你又去，哎呦，我错了。你们俩是？你看，为什么一开始你们俩是回放了吗？你们俩是？但是你为什么要接我的话呢？如果你走，刚才在哪折的？为什么还要折两次呢？来来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次算我的吧，算我的。但是啊，咱们先讲规则啊。如果谁错了，你可以闭嘴，会说你错了。但是要接下去，就等于说把这个错误接下来了，好不？好吧，好，我选大冒险。来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，快，亲我一下。哎，对自己的老婆要一视同仁啊。啥意思啊？就是你不能那么简单的。你们再想一个，用矿泉水瓶打头，敲出一段旋律。那你这样，你用矿泉水打小东哥的头，敲出一段。哎，你为什么打我的头？哎，打我吧，打我吧，这是不合适。今天打首歌，让他们猜出来。那我们永远猜不出来，一直打下去。来，你们没有小时候没有听过这个？你们都不知道吗？这是小学里面鼓号队啊，咚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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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你们没有一个人听出来，你们也没有听出来。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九只。抓着了。呱嘎嘎嘎呱呱呱呱呱。抓鸭子，错了，没错，我这我都数着呢。他第九根，我抓九只，没关系，咱们可以捋，咱们可以捋。可是你炸胡算输，炸胡算输。没有啊，我说第九根还没算呢，咱数。他开始的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。抓鸭子啊！我就数着的呀，看回放，我数着的呀。抓着了，呱嘎嘎嘎呱呱呱呱呱。我自己没数吗？刚哥，你炸胡算输。我懂了，大家都懂了。我发不发现错也是他错了呀。我就没发现错，他也是他错了呀。为什么罚我？你为什么要接我的话呢？如果你懂，刚才在。
哪折的？为什么还要折两次呢？我自己没数吗？我刚才数着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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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到了。他太慢了，节奏太慢了。他错了，也错了哈。轻下松松的脚吧，啊，好吧，啊，你像王子一样轻哦，跪在地上轻哦。可以吧？这我告诉你，这绝不是惩罚。对，这给你一个表白爱的机会。好，三生有幸。好。这样好不好？老婆，我爱你。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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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好好，香香的。谢谢。